一個人嘅。俾人炒啊！今日。咪揾過份咯。話咁易咩？你呢？咁夜嘅？啱啱喺呢頭收工。買酒啦。笑話唔係幾好睇，入嚟啊！煮啲嘢俾你食啊！唔使啦。哎呀，仲飲雙雞喎，無聊。你咩都食噶嘛，係嘛？減肥啊！喂，你都仲減肥啊？你都仲要努力嘅。
係咧，點解你會做廚嘅？我冇，開頭諗住做住先嘅，咩一做做下，老細又話唔做，咁我咪夾埋啲 friend 頂咗嚟做咯，一做做咗四五年，依家先知原來做老細唔容易。你咧，你做邊行啊？服務性行業啊。咩啊？性服務 ？Sales 啊。哦，早啲講啊嘛！一早講清楚話做 sales 咪好咯，有咩服務性、性服務咁樣樣。挺你啦。好憎人食煙嘅，後嚟識咗個食煙嘅男朋友，聞下聞下慣咗陣味，點知而家竟然自己食煙，你有冇笑？哦，咁我真係唔知點答你啊嘛。其实过咗去嘅谂你做咩啊？不如谂下依家好过啦。六年啦，你估话唔记得就唔记得噶啦咩？咁记唔记得呢样嘢，靠自己嘅啫。是不是每个男人都好似你咁噶？好似我点啊？绝咯！绝？咁大家唔夹唔系分手嗰下先知噶嘛？我真的不太明白，為何要用那麼多時間去想一個不在乎自己的人，不如用多些時間想想自己吧。那你呢？你又怎樣？我昨晚聽到你和你的女兒在這裡吵，就分手咯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哪有一晚的？為何你可以說走就走啊？就說了，大家不夾不是分手那一下才知道。只是不到說分手你都唔肯去認啫，唱得幾好喎！哦，搞掂，多謝$22啦，哥仔。June，司機麻煩你喺附近兜多陣啦。兜多陣，冇問題啊，俾錢就得噶啦。兜多陣。从没人的生命开
开，他在哪里买？温暖在哪里买？这狂风把我们卷过来，迷雾语言。海，不如入去食煎。有点乱。
都夜啦，不如翻去先啦。不如我哋算啦。到啊！有烟啦，一齐。你只眼猫啊？诶，呢啲嘢湿湿碎啦 ，uncle 揸个的士咁耐，咩痴男怨女未见过啊？上咗车唔舍得落车嘅又有，揽得一阵得一阵，但系终有停车嘅一日。终于咪有两个只手一路咁拉下拉下，跟住手指，跟住到分开，好似拍戏咁。有時啲嘢要放手就放手啦，細侄男人老狗撒脱。擁抱的瞬間，我看不見，風暴決定了搁浅，蒙蔽的眼，夢才會出現，只要一起編寫。真实的爱吧，爱吧。
睡。